这是一个叫做搭桥的游戏，游戏的目的就是连接相同颜色的两边，谁先连接自己的颜色的两边，谁获得胜利。游戏进行中，轮到你的时候，你可以点一个点和连一条线。注意，连接这条线必须是日字格，什么田字格啊、口字格啊都不行。当然，你还可以直接在中间画点，像这样。不过，像这样，因为无法连接日字格，所以不能连线哦。而且，你还可以像这样，在中间直接画点，然后连接日字格，是可以的哟。只不过每次最多只能画一个点，并且以此点为出发点画连接两点的一条线。在游戏的过程中，双方不能跨越对方已经连接的桥，所以是可以互相阻挡的哟。棋盘有大有小，评论区自己下载吧。这个游戏的英文名叫 Twixt， 是游戏设计师艾里克斯·鲁道夫在1957年发明的。这个游戏的国际比赛规则是四人游戏，对家合作，且游戏过程中不允许任意形式的交流，全靠默契和策略哦。还有12×12的棋盘，有条件的小伙伴可以试试看。